原标题：鲁迅死后，蒋介石送了6个字：字字真心。鲁迅是近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之一。鲁迅一生嫉恶如仇，对于那些贪官污吏，更是丝毫不手软，笔杆子更是堪比枪杆子。尤其是对于国民党后期贪污受贿横行的局面，更是手下不留情，很多人就是被他所揭发，从而成了民族罪人。即使鲁迅对于国民党深恶痛绝，但是对于国民党的掌权者蒋介石却从来没有骂过，而蒋介石对于鲁迅也非常友好。即使鲁迅说了不少国民党的坏话，一定程度上使国民党背离人心，但是国民党执政时不但没有对鲁迅赶尽杀绝，而且鲁迅死后，蒋介石托人送来了花圈，上写鲁迅先生千古。鲁迅和蒋介石其实是老乡的关系，两人的老家同在浙江，而且距离不到150公里。鲁迅比蒋介石大6岁，而且在1925前后，鲁迅的笔记与书信中可以看出，鲁迅对这位年轻的当权者抱有充分的信心和好感，而蒋介石对这一位文人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。鲁迅第一次在信中提到蒋介石是在1926年，当时鲁迅给好友寄了一封信，上面写道：现在的搞学文的人不讲究派别，这就好比造炮的人，不管什么人都去造，难道你不去问问，你是给蒋介石造炮，还是给吴佩孚直系军阀头子造炮吗？从这封书信可以看出，鲁迅将蒋介石放到了正面。第二次提到则是在自己的日记中，当时的蒋介石正准备北伐，鲁迅得知后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，如果介石同志能够打到北京，那我也可以跟着沾沾光，一起去一趟北京，看看自己能经受得住多少明枪暗箭。鲁迅一生一共提到过2次蒋介石，而这2次全都是正面评价，而后绝口不提蒋介石的原因则有很多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贪污腐败，很多人倒行逆施，鲁迅先生本就对此深恶痛绝，所以坚决地与国民党划清了界限，甚至连当时的特务头子戴笠他都以情骂，但是因为心中仍对蒋介石有一丝好感，而且这些事情也不是蒋介石所为，所以就没有去写。另一个方面则是当时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，鲁迅虽然是文化名人，也不敢保证惹急了国民党不去动他。就像当初有人劝说鲁迅用真名去骂蒋介石国民党，但是鲁迅拒绝了，认为这样风险很大，自己可能无法在国内待下去了。所以鲁迅虽然嫉恶如仇，但是仍然要为自己安全考虑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